啊，旁边还有计时的。怎么了？小熊要干嘛？你要跟他绕圈圈啊！啊，绕绕绕，赶快绕！有一个打手。哇，小熊绕圈圈！你要帮他取名字啊？有取名字吗？他取名叫他小熊。小熊啊！哦，不是的，叫库马。库马好，叫库马。哇哇，华雷！哦哦，因为你怎么打那么大力啊？你再后退一点啊，你会打出界哦。界，绳子在这里耶。对啊，要靠近，靠近一下。啊！打到肚脐。啊！没打准，打的不是肚脐。不然是什么？姐姐在计时哦，你在帮忙计时吗？滚地球，滚地球不算，滚地球不算。对呀、啊，怎么用丢的、啊？没空，有用。那、啊、你看，现在这边呢？喂，不算。哎呀，哇！姐姐要靠近一点，你要靠近线啊，靠近线才不会打得很大力，但是还是没过。对，你看悠悠就打不到啦。好，去看蝴蝶。哎，你不是在计时？姐姐不是在帮忙计时吗？啊，悠悠悠悠，换你当裁判好不好？悠悠，不要。啊，为什么不要？完了，乔乔再打三下。不要。要换人呢、啊。小心不要撞到车子哦。嗯，你带姑妈在干嘛？在逛街啊，姑妈。喂喂喂！悠悠，好好打、啊，你太靠近那个线了。
好，换妮妮了吗？小乔换一下妮妮吗？那不然妮妮跟乔乔打好了啦，又要休息一下。啊！来了，等再打一下，可能雨下大了也不能打了。可是我要休息哦，他。啊。好，休息。